另一边城市网吧。嗯，哎，克隆大教堂搬掉了，还是要搬克隆，另一边还是机场。对，班图目前来看的话是延续的，后边还有延续吗？狂野仙境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冰镇，哎，龙门换了，换了，把极地冰镇放了出来，把龙门新春现在时送上了班位。对，因为冰镇都要比龙门新春相对来说大家打的更多一点，龙门是真的不怎么打。但是冰镇啊 ，WK 没赢呢，虽然说只打了一场。所以说，因为一局零胜，我在第一轮搬了，但也因为我只打了一局，所以第二轮我就放。对，可以的，绝对可以的。看一下这一局又是团建阁。龙门打没打过呀 ？WK 可能打都没打过去。感觉是没有打过的，龙门啊。对呀、啊，感觉都没怎么选出来过啊，在整个春季赛、常规赛，好像是有见过，见你应该是见过，对，但是绝对少。反正这一局见不到了。但即使不搬，我们一般上一局优势建立的很快。对，这一局来看一下。哎，有飞碟，飞碟看玲珑，看这个氮气，他得赶紧扣了。单体再往前瞄，那现在手里边 RSG 还有两个风和一个飞碟。是的，两个飞碟。但感觉这个时候两个飞碟就有点。对，这个时候没什么用，而且这个过点风他们没放。哦呦，这里复位了，但这里有用的呀，可以扣了，两个一起扣。等会儿，玲珑别想走。我咋有点没明白啊？刚才那个风是秀妍放的 ，RST 的风。对，然后把自己人逼复位了。是啊，感觉放的不太好。然后对面开护盾过去了，然后再扣飞碟。哎呀，就为了把这两个飞碟先给用出来。死仔的皮啊，他可以双零跑啊，三零跑啊，这里有。导弹打玲珑，这被辅助了。要看一下这个风能中吗？没中，没中，但是效果也差不多了。是的，哇，玲珑真的是打完你，我再往前跑，还有一个自爆。要看 ECU 吗？开了，开了，上来之后直接爆救援。但前面胖鱼也看这个 ECU， 赶紧溜啊！但是自己又被一个酷比给打了起来。这个风，这个风是一定要中的，得看天使。就等这个风，天使开了，胖鱼这个风是封不到的。但玲珑说：“别现在还有一个呀。”没用了，小白龙到哪了？你看，看一下左下角。哇，这个距离已经太远了，手上有盾有干扰器，追不上了，没得追了。闪电劈过来之后，有两个护盾。是的，一次又开起来，就我们得恭喜小白龙。首图还是 RWK 先拿下。对。哇。连续两局的首图，其实 RWK 的优势非常明显。对，只不过这个优势的开始的这个时间不一样啊。第一次呢是开始第二个弯左右就跑出去了，第一次可以说开局即是优势。对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到第二次呢再跑的时候，其实相对来说是第一圈中后半段打出来的。而且就是我真的没想到那两个飞碟扣完之后啊，其实对 RWK 来说没什么太大影响。有影响，但是同时我受飞碟影响的同时，你们被风影响了呀。对，就是相当于抵消了。对， 对， 对 RWK 来说这两个飞碟我确实中了，但是你自己的风把你自己的人给封住了。对呀、啊、你过不来啊。而且俩碟扣的是一个人。是的，就感觉这个受益是挺低的。那下面一张图是 RSG 的王图。哇，没办法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
只能说今天 RSG 如果不减少自己队内失误的话，就真的不好赢，感觉得变一下。对，现在就感觉他们整体思路都有问题，感觉陷入了一个怪圈啊。就是我为什么要一定要跟你两败俱伤呢？我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更为稳妥的方式，我自己相对来说少受一点影响，少受一点来自于我方的影响，是吧？我这两个飞铁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有在龙卷风中了对面之后，然后我空扔一个呢？对吧？你想，这是另一种思路。先扔飞铁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就是我先通过刚才的那个路段，我放龙卷风，因为本身 RSG 是在前边的。对啊，他们可以利用这个龙卷风保证自己一个人出去。但是因为他们手里边是双飞碟，对，所以说他们想的是回来扣你，对吧？你懂我什么意思了吧？我懂了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不让，然后我就空一个飞碟。对，然后如果因为我手里边没什么盾嘛，是你如果把我打下来的话，我这个飞碟我再反扣你，对，是可以的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也相当于消耗了什么？消耗的是对面的进攻型道具。那你刚才那种方式其实消耗的是自己手里的道具，但是对于对面来讲，消耗了一个盾。对，消耗了一个盾而已。对，而已，一个盾消耗你两个飞碟。对，是这样子算是对的。然后同时呢，你这两个盾不是你这两个飞碟扣给他了之后，玲珑那边直接选择走远端吃道具，他又补充了俩。对啊，你也不知道吃的俩是啥，这反正比你多吃。对，的确这种决策上感觉是跟以往的 RSG 相做对比的话是有一点不一样。不是说这种决策不好，只是说这种决策收益确实感觉不高。收益不高那就是不好是吧？看看接下来的决策方面的东西啊，尤其是会不会更好一些，稍微注意一下吧。哎，雷公跟玲珑开到底几甲，而且机甲不一样，是，而且这局玲珑机甲用得很快啊，先拿出来了，倒很少见啊。看这一次，看一下起步。哦，阿斯基两个人很快啊，抢掉了道具，里边直接开弹器了。是的，同时雷公城里面有一个龙卷风，飞碟扣了，扣到了吗？扣到了，能解掉，然后一个脚后风，打了一波小断层。哦呦，玲珑因为了躲那个风失误了。嗯，就再来一个风爆到了玲珑。是，这里 RSG 衔接其实相对来说非常好。哎，玲珑个风，那个风看着都没中，能躲。有飞碟啊，感觉有点卡道具了。哎，飞碟先扣过去，有解的，解掉，略慢了一些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道具不好补充了呀。这个飞碟赶紧扣啊，我觉得。就只能说自己只吃一个嘛，还是要等前面的跳台吗？对，这里，这几点很关键，解掉直接走下策。是的，再来一个。雷公紧接着开了个 ECU 就要跑了。这个 timing 抓得很好啊，他知道对面没有太好的进攻型道具，手里边氮气继续开。是的， ECU 要开吗？哇， RWK 这一段路上都没有吃到任何的进攻型道具。是的，还是没有。有飞碟，但是干扰器有，只有两个龙卷风，这个龙卷风花现在也是卷不到。雷公的第二个 ECU 还不开吗？有个天使可以防一下。再来单体响了。这感觉有机会跑远的呀，因为手里边确实没盾了，但是他两个意思早点开，我感觉不一样啊。确实，如果说在刚才两个意思一起开了的话，可能直接就不见了。对啊，感觉这局都要结束了呀，我这个封起来了，而且放了小白龙一个人跑，手下是有干扰器的，还有飞碟。如果说能够扣下去的话，但是自己掉还中个皮，哇 ！ECU 直接补上来，闪电这边虽然响了，但后面还有了。喂，单体跟过来，没用。人在哪儿？冲线是没有问题的，三零跑啊，三零跑怎么说？这感觉优势是可以拿到自己手里的呀。对，他不要啊，也可能是我们没看明白的原因。
那几个氮气也，他当时起码开了三个氮气，对，从第二圈开始的时候，对，一直到他被追上，对，起码开了三个氮气。但是那一段路呢，应该就是说他开了 ECU 之后收益并不算最大。他是想着什么呢？既然我能够一直开氮气，首先我开氮气就说明我还是能够领先的，对。对吧，一方面是我领先在你前面，一方面呢我每一个弯都开氮气，相当于我是一个竞速跑法，我还是能够把距离拉开的。那接下来我后边人只要能吃到盾，就足够让我把 ECU 收益最大化。但是有一点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距离没有拉得很开，就是因为雷公的氮气要么是空开，要么是吸得不当的，对，所以导致距离没拉开。哇，开局2-0啊，而且这一把他们的皮放得很好啊 ，WK 的皮，尤其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关键口，对。但后面真的是单体有点多，太多了。而 WK 是一波单体全来了，是，然后就把雷公在那个点上打下来了。最后虽然说 RSD 反打了一波单体道具，但是距离太远了，距离太远啊，跟不上。其实最后，RWK 的人已经在终点线前停了很久，相当之久了。首先是一个雷，对，再一个导弹，再一个酷比。雷没有造成原地停留，对吧？它也是循着往前进的。是，但是一个导弹加一个酷比是完全的停在那里了，所以说三个进攻道具都没追上，那只能说优势确实太大了。而且我当时看到的是，两个弹体在接上了之后，后面二三名是玲珑跟紫然，对。就他俩有的时候上来去补位了，然后也有人下去之后再去打道具了，对啊，就反正是你后边的人就不想上来，就是在后面辅助完之后他又能立马上来。看一下这一圈 RSG 不能再输了，对，3-0啊，3-0跟2-0是不一样的。是最左侧，但是俩云雾，这道具没有进攻型道具。RS 手里边有一个碟，但是现在也放不了啊。是的，龙卷风刮下道具点，让你只能单吃。哎，后面的自爆，救援的自爆，耗了他们一个天使。RS 手里边两个，哎，这个皮。刚才是开了一个飞碟干扰器，然后紧接着吃到了一个飞碟，但现在两个飞碟也不好拿呀。是的，这里可以走下侧不开 ECU 吗？哎，拉了一个侧身，但没延到底，飞碟干扰器解了。是的，但是啊，这就两个碟啊，等着你啊，扣了，两个一起扣，没有解，这个封能不能封到30跑？还没封，现在封，没封到。这路有点宽，封不到。是的。那小龙这么快就上来了吗？他两个一起就全开了呀。再被打，单体加雷。这段路上他配的人被打得有点惨。哦，这个风，救援的风。是的 ，ECU 往前补，前面再去失去道具。而且没有进攻型道具，酷比打不到啊。但是胖鱼在这个距离出现也不远。飞碟，飞碟，但是没有用，有干扰器。胖鱼的 ECU 已经开起来了，拦不住了，拉不住了。最后我们的恭喜胖鱼1-2，真的这一分是一定要拿的，对，不拿的话我觉得局势对于他们来说太不乐观了，这一分太关键了，这一分如果说拿不到的话0-3开局，没有哪支队伍敢有信心在 RWK 手里面拿下，让三追四去追个 RWK， 对，想都不敢想，太难了，所以说幸亏啊，这一分对 RC 来说拿到了，悬念还有，后边自己再选一张图是有机会把现在的分数给追平的，对，现在选图是自己选嘛，我觉得最好的情况下就是2-2，最好的情况确实，但对于 RC 来说剩的赛道还能打什么，冰镇我觉得可以拿，一号公路也可以，一号公路自己这边打过50%的胜率，是极冰镇确实也是50%，
怎么去抉择？我觉得看他们此时此刻想选什么吧，因为现在从数据层面来讲，对于 RSC 来说已经没有剩下什么高胜的赛道了，胜率最高的也就在50%左右了。嗯，英特拉肯能算的话算吧，英特拉肯一场100%，对吧？其他的数据都没有 RWK 的高，基数确实是小了一点。有高分赛道，高胜率赛道，搬了呀。对啊，机场，金风机场发局六胜，已经办掉了。对，不见了。或者阿尔法其实能打。嗯，对。阿尔法50%，然后对于 RWK 来说，一场100%也有一定可能性。打过一场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试一下的。对。对，然后就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一号公路，一号公路是这个赛季RWK没打过的，对，从来没打过，这个是我们印象当中是想不到的，就感觉好像一个赛季对RWK来说，一张一号公路怎么也应该试了一下吧，但没想到，没有一次都没打，是的，所以说，但这张图就又有问题了，它是一个抓地图，抓地图，对，而且它的节奏呢，其实和桃源剑阁很快，会有点像，很像，是，就前面两波的事情，啊、你要说它跟桃源剑阁像呢，也像，它科隆大教堂像呢，也像，也像，但是科隆大教堂这张图那可就不一样了，它磁铁可以往前追，不是，是因为什么呢？科隆 RWK 的胜率要远高于 RSG， 哦，高了，一个是57%。一个是20%，那我问你，20%是5局几胜？1胜啊，对吧？而57%呢是7局4胜，基数它次数比你多，胜率还比你高。他赢的这几局都快赶上 RSC 这个赛季跑过的次数了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起步。RSG 有领跑优势，是的，哎，到底被抢了，这都能抢到雷公的吗？哇，没有叠，酷比能挡，现在一个出完风，哎，这里挡下行进路线，这个自爆消掉了，对，又来一个自爆，对呀、啊，这就很难受了呀。有氧气解掉，现在的话，哎，出完风。死仔放给胖鱼了，对，但连续两个大铁打起来，玲珑也跑不掉，是，但是死仔能补啊，这边手里边还有一个闪电，现在的话可以传给胖鱼，胖鱼这边去控节奏，死仔想不了，他后面两个人都能想，但是刚好有个飞碟，哇，这飞得好高啊，是，闪电往前劈，死仔手里边是双护盾，再来一个单体，三护盾都能防、哦、盾好多，后边所有人都不防了，就给他。而且 RCG 现在是没护盾的，小白龙这个单体导弹打过来的话是会响的。而且对于 RWK 来说，现在两个人后追的全都是磁铁，所以说他们可以迅速查场。是的，而且胖宇现在手上有酷比要打磁仔啊。哦，这两个人，雷公这个自爆，雷公的一波失误把舅爷爷给带下去了，同时还爆到了胖宇，这个失误感觉很致命啊。手上有盾有干扰器，真的送了 RWK 的一波双领跑啊，这一局的胜利我觉得已经结束了，已经没了，哇，还有风，小白龙的风封到了雷公，后边打了空岛，结束了呀，这里就有一个氮气要叠一个 CW， 手上单体打过来，有盾能防，就算还有氮气，有飞碟，我有干扰器，就重现没有问题，我们恭喜磁仔，3-1，距离双杀就差这一步了，就差这一分，很疑惑，嗯，刚才的那一个自爆的选择，只能说两个人都想着去消，刚都可以控爆的，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前面一个人失误就没办法了，不是，但是你稍微判断一下啊，你队友之间两个人一起过那一个点，你一定是有一个人要被爆下来的呀，是吧？而且是这样的，而且是什么，你前边两个人是领跑，对，是对手啊，对吧？你这个点你
相当于你在这里你爆开了，后边你封的是谁？你要只能封到对面一个辅助加上自己的所有人，这真的就没有办法。3-1啊，距离 RSG 被双杀就差一小分了。我刚刚就想说一句话，什么 RSG 有多久没有被道具双杀了？确实一年打底，对吧？我想到一句话是什么吗？啊，海内存知己。就感觉 RSG 刚才的这一下对 RWK 来说真的锦上添花，锦上添花。对，本来我就是领跑，你又送了我一下吧。那是啊，你水中送炭应该不至于，我现在分数也领先你，位次也领先你。雪中送炭都算不上。对，这确实今天看下来之后啊，就感觉 RSG 自己的失误有点多，怎么看都觉得他们的失误要更多一些。是失误太多了，我觉得真的有点太多了，特别是刚才阿尔法的这个失误让我觉得有点惊讶的这个程度了。不是说很少道具赛中，我觉得很少有这种一个失误就能葬送一局的这种失误，真的很少。对，不是说理解不了，就这个失误我们可以理解，能理解。理解的一个主要前提就是在于现在大家确实可以看一下时间啊，就是选手如果说在这个时间段绷不住了很正常，但就是对面一旦绷住了的话，你熬到这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意义了。对对，现在真的就是纯意志上的考验，就只能说 RWK 这三名选手如果说他们的意志更为坚定，他们犯的错误更少，今天所有这我已经不知道我们说了几个小时了，我现在对于时间已经没有概念了，我都不知道几点了。但至少从4点开始到现在，这两支队伍的等待，就如果说你真的因为一局比赛葬送的话，就真的没有意义了。只能说很可惜吧，如果说输了的话，就大家都想赢。对，但是现在来到了 RWK 的局点加赛点。是的，对 RCG 来说，当下的目标，哎，先投进3-3，3-3再说。先投进3-3啊，先把这个比分呢给他追平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两局他们都必须要赢，一定要赢啊，没有其他的，而且不能说是以太多辆机甲去获胜的。你不能说两辆机甲，两张图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最后一张图就没有机甲了。对吧？你一定要至少留一辆机甲留在最后一张图。是的。而且赛车现在看下来啊 ，RWK 是有优势的。玲珑有苍瑞，慈仔有凯蒂雷诺。然后，对，雷公胖鱼都没有了，救援也没有了，就甚至只有胖鱼有一辆星海幻翼。胖鱼应该还有系列未来。抛开机甲嘛，对，就是抓地快的车嘛。啊、他们只能打机甲了。只能打机甲，他现在这个地位上不打机甲的话基本就没了，是只能打机甲。打机甲的话同时还需要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机甲保送出去。送出去，对，你拿了机甲你得赢啊，你拿了机甲你机甲冲不出去，你其他人去跟对面机甲比的话你就更没法比了。对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因为对于 RWK 来说他们的用车很自由很灵活，他甚至连续两把双机甲给你压下去，他们怎么用怎么有理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分数领先，而且领先是有比较大的容错率，2分的容错率。对，哇，很难去分析了，已经很难，因为现在的赛道当中啊，是想要尝试的去帮RSG分析的，但是从数据库上来讲，分析不了。你唯一说能拿出来的就是像吉利凭证，刚才说的嘛，阿尔法跟冰证。阿尔法拿出来了输了，但是只剩一张冰证了。对，拿不拿现在是前面法兰西这种图，你说你上不上吧，你上这种怎么这么打了呀？来吧，双机甲对单机甲，从赛季初我们说的9-1开到现在的不好说，对，胜负未知，真不好说。看一下双吃，双飞碟，
赶紧让了胖扣胖鱼。第二个月啊，扣到了，扣到了一人一个。胖鱼开了个氮气往前追，但是没有盾啊，得双击一下。吃的这现在你看这个位次对小跟龙来讲就是需要一个龙卷风，然后这个龙卷风就中了胖鱼，但也中了磁带。对，但是林龙在前面领跑的话有一个飞碟可以扣，一定得扣下来的。但是能不能解掉？解掉了，能解掉。对，他刚才起手的那个位置我就觉得好像是能解的。是得去两个弹体打过来，现在磁带也上来了，这个自爆要消氮气了。酷比跟上来要想没有盾。对，然后紧接着一个飞碟，前面也有飞碟干扰器，这里玲珑吃不到道具。是的，现在后面队友及时传递弹气啊，他不给两个弹气啊，可以往前追。对，两个人都能上来，但是要看一下飞碟要怎么用了。磁带过来应该扣磁带了，但是有解啊。闪电跟过来之后有天使，然后紧接着酷比在往前打，玲珑这边好像还要想。不，断空飘很帅，救援，救援要发力了，要发力了。脚后风没有卷到自己，这个 timing 抓得非常的好，难道有机会吗？这个风封不到，手上有盾，两个盾，三个盾，没有飞碟，那重现是没有问题了。就算有飞碟，他也有飞碟干扰器，所以说可以恭喜救援。救援，二比三，成功扳回了一分。以双击甲之势在这样关键的一局比赛里边拿到了胜利。对，但有一个奇怪的点啊。什么呢？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，就是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，就是我看胖鱼也开了机甲了，但是在结合他之前的几张图，之前他开到的机甲感觉存在感不高。因为是这样的，救援跟胖鱼两个人他们俩都是辅助，你这个阵容你一定不能让雷公去打辅助吧。对啊，对吧，所以说呢，在两个人都是辅助的情况下，而且两个人都是机甲的情况下，你势必要有一个人要有所牺牲。但是你再回想一下，哎，上一轮的新天鹅堡那可能就是完全被针对了，那就是完全被摁死了。对，就上不来，就这一局他上不来，我觉得这局上不来情有可原，资源有向救援这边去稍微倾斜一点。对，而且也是救援抓到一波机会先冲了出来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是风啊，这个风真的磁带这么，这一局中了很多个风，而且能看到后边救援的一个整体抓地来讲确实相当好。对啊，那邓空彪，邓空彪帅的很帅，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抓地上的失误，而且甚至说因为他的速度过快，所以导致了后边人的龙卷风判断的失误。对，对，脚后风，如果说那个风卷起来的话，可能后边还有一定的可能性，但是那个风一旦没中，在后续没有任何的进攻性道具，而且 RSG 刚才是三个盾一个飞碟干扰器，三个盾一个飞碟干扰器什么都有，就完全打不下来。是的，那接下来RSG 本场比赛最后一次选图，最后一次选图，绝对的最后一次。我们刚刚说的阿尔法跟极地冰阵是都选出来了，那是不是就剩下一张英特拉肯了呀？但是可以的，万一双机甲呢？对，现在英特拉肯确实有一个双机甲的可能性，现在英特拉肯、水星玛雅、精密法兰西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对，然后你现在还剩的刷地图呢，比如说像恋恋夕阳这一种又刷的都可以赢的。这张图我并不觉得 RSG 能选出来啊。对，就是这种图是不可能的，我的意思就是所以说呢，场上剩的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只剩下两种，320和一号苗寨。千户苗寨自己也没赢过呀，这个赛季。是啊，对吧，但你要从数据上面去看的话，真的很多图都选不了，实在不行换音。幻音啊，对啊，幻音自己最起码也跑过，而且对面的胜率也不是很高，一边是50%，一边是33%，可行，对吧？所以说就是320一号幻音这三张图出一张吧，出一张，我觉得出其他的可能性不大了。像英特拉肯、水星玛雅这种，刚才我们说了嘛，现在亏一个机甲，这种能开双机甲的图啊，确实就不好受，不太可能。所以还是得看吧，这一手 RSG 这一轮道具赛的最后一次选图了，慎重。对，
这一局比赛自己要先赢下来，才能够说在对面拥有一定主动权的情况下有赢的可能性，有赢的可能性。对，如果这一局自己没能够选择一张带来胜利的赛道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了。对，来了，幻影，幻影真拿玲珑跟雷公开到了机甲，那最后就剩，如果说这张能赢，最后只剩下救援有一辆机甲了呀。对，在最后一局比赛里边给自己的核心辅助剩了一辆机甲。是，看一下起步，金条皮，俩金条皮，在里面先放，两个一起转，这是俩人同时放了，对，然后紧接着大家都踩到了，哦，小白龙的这个自爆，但对面有天使能挡住，是的，再来一个酷比，打到了救援，把救援打下去，但这里要打雷公了呀，也响了，这里你看，这里打响了之后，二头 K 就可以先去拾取，是啊，整体质量不好，但是万一呢？但同时 RCG 的质量也不好。哎，你看，单吃个磁铁，比较一下的话，其实还是 R C 刚才稍微会好一点点，不多。这里我是没吃到巨蟒，我吃了。这里只剩下一个导弹，这个导弹消耗掉他们天使就很赚，消耗了。再来个酷比，这下没防了。前面没道具，ECU 开起来了。对，但是你上去有飞碟啊，这个飞碟注意扣的时机，扣了。能解掉吗？有解掉，能解，但是能上去。再来护盾还能倒，同时现在的话没盾了，应该是卡 CD 了，还是应该就是让磁带，对，还是让磁带自己补，对，来补。哎，这边又有飞碟，但是又有解啊，这个怎么办啊？不过磁带这个自爆爆到玲珑，爆到玲珑了，这里不好说啊，盾能防。现在每一波拾取其实非常关键，很关键了，已经最后关头了。这里盾传得很快，玲珑这边只吸到了一个，而且 LPK 是有飞碟的呀。是的，这个飞碟控过来，没有解，吃到的是一个先刀皮，谁能补位呢？但是这边被打响了，鲍鱼一个侧身过来，是的，最后重现没有问题，3-3。胖鱼，我跟你说对不起啊，还得是你啊，最后靠你补位，把比分来到了3-3。冲出来了，冲出来了，真的，不点名则已，一点名就重现。哎呀，一方面是胖鱼吧，一方面跟你可能多少也沾点关系。就是被冰神选中的男人们，哎呦，的一个集锦，什么李欣啊，小玉啊，对吧？我以为只有竞速选手，道具选手现在都加上了胖鱼啊。有一说一，猴哥今天也算是被我选中的，好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猴哥也被你选了，不一定全是毒奶。3-3啊，真正的拉满啊，在大场 BO5 的情况下，来到了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大局的道具赛，3-3，拉满了。哦，最后这边雷公虽然说被一个飞碟扣下了，但这也是玲珑也被打起来了，对，这也是 RWK 最后的手段了。对，因为后边玲珑他们在后瑞的时候，其实一方面要保证位次，所以说他们使用的是单吃，对，那么他们只吃到一个道具，然后紧接着吃到的那个是防护型道具，就所以说你在最后的关头，你没有办法把对面的双补位、双领跑全打下来，打不下来啊，哎。你只能说雷公上去把他扣下来了之后，剩下胖鱼你真的没有招了，而且玲珑自己也被打响了呀。对呀、啊，这就是没有办法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算下来磁仔的补位就没有用，没办法，也是吃这一波道具。现在观众朋友们，一局定胜负吧。是的，我们前边这几个小时看了些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啊。我们看到的是高质量的对决，但是现在将要会有一局道具赛来为我们决定今天
已经快打到将近凌晨三点了吧，应该是。严明老师真的是太会讲话了。没错啊，啊，我说的句句在理啊。是啊，这决定出到底谁是今天的赢家啊？对，今天第二场的赢家。是的，同时今天谁能够收获来到一阶之后的第一分，很重要。就真的就是差这一局道具赛了下一张图，真的这一张图的分量有点重，而且也是这个赛季再一次刷新记录的一场比赛。好像是的，应该有刷新吧，我觉得好像每次刷新的时候都是三两，从第一次的一点刷到了两点，不够还可以再来啊，是刷到三点，再不够我真的就我不赔了好吧兄弟，我真的赔不下去了。这真的是越玩越精神啊，我觉得啊，不行，就是相对来讲，从生理年龄上来讲呢，我还是略年长你一点点。是，老年人真的扛不住了。但这最后一张图，其实我们有范围可以去缩小。哎，双机甲，首先就是双机甲。对，法兰西是一张很好的选择。对，我太爱这张图了。法兰西我觉得啊，法兰西、玛雅、伊萨拉克其实都能打。其实我觉得法兰西真的是最好的了，就是简单，极其简单。对，你想要抓第十五真的很难的。同时，我只需要把 ECU 一开起来，氮气一开起来，就再见了。我就是个跑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觉得法兰西真的是一张非常好的图。一方面是这个，一方面我觉得唯一跟他可能比一下的，就是玛雅了。玛雅他有抓地的失误可能性。那再比。马达，马达斯加，对不对？但只不过就是他两圈，就是那个纯凭运气就不要。你说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在于他两圈啊，可能说运气。如果说对面真的是好一点的话，就能追上来了。哎呦，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他要打连连切羊这种图？哎，不可能，师兄玛雅，这是对自己抓地充分的。自信好吧，这一局真的救援开的这一辆元气之星能成功救主吗？ RSG 就靠你了，全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呀。同时 RWK 这一边希望亮，对，共同分担，对，小白龙跟子仔他们把胜利的这个鸡蛋放在了两个篮子里。对，看一下起步，起步氮气传一下，哎，飞碟，飞碟没有干扰器啊，救援那边扣下来了呀。是，这边直接先扣，然后但是有个闪电，闪电也直接劈。是的，直接劈，不跟你嘻嘻哈哈。关键看这里谁能够先吃到道具，首先是小白龙这边。但是有个飞碟，飞碟可以把小白龙扣下来，小白龙有飞碟干扰器，干扰器解了，但是这一波风炮鱼风把磁带给卷了起来。那现在 RWK 依然是一个人玩，炮鱼这边落地抓地失误，但是救援跑到前面去了，没有盾，一个打怪能响，再来一个。风龙卷风刚才应该是林龙也中了，前面是一个一打一的，这个皮胶皮还是卷到了，对，这里再双击一下，双方的道具都不是很好，氮气很多，胖鱼开了一个氮气往前冲，就也来到第六，两个氮气分别给了胖鱼跟雷公。小白龙这边一直又往上冲，但是被打响了，但是实在能补位啊，一个风，这个是谁的风？小白龙啊，护盾自己也开得晚了一点，救援这边直接过去了，是的，再进后追，对，好像有抓地失误啊，但是不比胖鱼上来补位，有雷有盾有天使，闪电没能打响，能拉得住吗？对，连续两个护比响了，再来一个闪电，还能继续响，还有护比，小白龙不好说啊，还最后出现，我们得恭喜 RWK 还是成功双杀，尽力了。真的尽力了，救援，哇！最后有盾有天使，但是金乌行道具真的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实在是至少两到三个了吧？哇，给我说麻了，这是最后半圈，有点缺氧。不是，关键在于什么？其实我在第一圈的时候我就想说了，这一局是玛雅大乱斗，玛雅大乱斗，这一局其实打的场面相当之混乱，就真的你前面一圈半。甚至 RCG 是有优势的呀，但是优势也没有那么明显。对，就是两边呢，谁有更多的进攻型道具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想法了，就是给你放出来，有什么打什么。小白龙都把磁带给卷起来了。对呀，
对吧？这在第二圈可以说是致命性的失误，但是来到后半段的时候，他就是有更多进攻性道具。最后一波道具质量以及数量一段的爆发，对，成功把比赛给救了回来。你全村的希望救援都已经领跑那么远了。对呀，竟然最后雷呀、库比呀、不停。他是从第二圈就那个飞跃过去之后，其实他就一直在挨打。对呀、只不过前面他防住了，后边实在是没盾了。最后我看他有盾有天使的时候，我觉得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稳了，但没想到真的最后一波再吃这么多进攻型的道具，又来一堆一堆，真的就是一堆。这真的是没有办法，这里的一个风把磁带给卷起来了，而且浪费了一个护盾。这是最后你看一个雷，一个酷比，就一个雷一个酷比，但凡多一个防。能把